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影视留声机》。2000年，制作长达6年之久的电视剧《秦始皇》在央视热播后，成为了收视率较高的历史剧之一。它汇集了张丰毅、高明、宋佳、范冰冰等众多演员，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展现秦始皇一生的电视剧。为了与香港版的秦始皇有所区别，该剧除了重新解读历史外，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、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上下足了功夫，同时也着力展现了战国枭雄的智谋史。片头曲《秦始皇》戏剧性、艺术性地再现了始皇帝传奇辉煌的一生。曲作者周志勇为该剧创作的音乐风格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内心潜移默化地吸收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结果。歌曲带有史诗般的咏叹味道，给听者一种平实且浓厚的感觉，让人的心绪也飘向了遥远的古代。惊人，汉武正东开，民族归吉利，成王琅琊台。秦王